您猜到给您拼图线索提示的 X 先生是谁了吗？我觉得我有点思路，但是我不太确定。最后一块拼图碎片的线索是经典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哇，好激动啊！没有想到神秘人是你。是是是。你好。终于见到了乒乓球奥运大满贯的得主丁宁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挑战。你好，你好。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这一次的终极任务挑战。现场我们放置了六个盲盒，你们需要从中抽取道具。开启本关游戏的挑战，完成两个游戏任务即为挑战成功。哇，五个盲盒，我们那我先吧。好，我先来抽。你先，你先。好，从这个开始。好，这里面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这种未知感还蛮吓人的。会有活的东西吗？可能会有啊。等一下啊，这是啥？这个东西你应该很熟悉，不是它，你应该再往下一点。我摸到什么了？好像是活的。带刺，带刺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啊，是这个啊？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？但是其实还有别的，其实还有别的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不是那个。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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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啥呀、啊？哦，这个是那个水果，红毛丹。红毛丹啊，第二个。怎么样？又是这种神秘的微笑。导演不让我说，你自己猜吧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。是啥呀？什么？好像是帽子。哦，帽子。还有道具，请大家继续寻找。你说这个？这个不是，是吧？关键道具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，导演哪个是。厉害，真的是葫芦。这是道具吗？是的，这个是道具。两位老师分工，一位用帽檐，一位用葫芦瓢接住十个，算成功。哇，那我觉得丁丁老师要不我帽檐，您来拍球，我来接球。哦，好的，我觉得这个分工很好。哇哦，我来了。哎，这接球，接球，接球很难啊！这接球，接球怎么这么难？哦，这个完了，我觉得这个任务会败在我身上。啊、我们可以换一下试试看。好好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哇，运动天赋还是可以的。好厉害，好厉害。那我们算成功了一个吧。来，各位老师，刚刚不算。怎么能不算呢？我们有几次失败的机会啊？直到你们成功为止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心里踏实多了。一天过去了。
第一个，我们要接住几个来的？接住十个。十个。对。好。好。哇哇！我真好难啊！感觉这样很难接，你用这个来打，我用这个来接，行，也可以啊。这样可能会我们快一些，没有破坏规则吧？嗯，没有，没有，来吧。这个容易多了吗？这样就简单多了，这个多了，加快了效率。Okay.感觉我自己很厉害的样子。恭喜两位老师，就是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游戏任务。哎哎，那下一个我来吧，丁丁老师来吧。好嘞，好。什么？这么神秘吗？再下一个。这是我最怕的东西啊。是活的。嗯，它是一种动物。动物。动物。好像毛茸茸的，不会是兔子吧？是兔子吗？不是。你抓出来看看。你们啊！你们啊！你们啊！我的妈呀！还好它是假，还好它是假的。哎呦天哪！如果是真的话，真的崩溃了。所以这个是任务吗？这个盲盒中我们没有道具。哦，失败。我们需要选择下一个盲盒。哦，现在就不害怕了。把它抽开喽。这个东西拿不出来吧？果冻，是果冻、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泥，抓不起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橡皮泥。是吧？啊！这小时候玩的橡皮泥，还真是。妈呀！所以这个肯定还是没有。这个盲盒中我们也没有抽取到道具。嗯，那所以就这个了。最后一个了，看来我好像没有什么抽道具的运气，我觉得还是要你来才行，没有抽道具的运气。好，这个，让我来看看。好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东西，看看它是什么。又是这样如此熟悉的神秘的微笑，怎么感觉有温度啊？这是啥？节目组也是醉了，又是这么这个、就是、这个东西，就是大型的，对，就是，而且，哦，包包，包包，对，但是其实里面还有，这是啥？扇子，扇子，是的，恭喜两位老师，我们已经摸出了扇子跟包包的道具，我们开启了第二个游戏任务。两位老师交替颠球，然后连续十个不掉落，极为成功。你说要用这个颠球吗？这个乒乓球。哦，吓死了。好的。你选哪一个？我试一试。好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试试吧，试试吧。对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。可以先试一试。啊，是互相颠。互相颠。互相颠。互相颠，我们两个人不能掉，你打给他。哇，这个有点难度了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只要我们不掉就算嘛。对对对对，对吧？我们不掉就可以算。我们可以一直颠，一直颠。对对对。两个。呼呼呼！就感觉回到了上学的时候。体育课。哎呀，怪我。好，明白了，来。
哎，怪我，怪我。我们应该多拿几个球，这样好像。呼，这十个、哎、要垫十个吗？好可惜，已经到第八个了啊！就是咱们每个人算一次嘛。啊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游戏的，游戏游戏。来，可以。呼呼呼！到了，对了，这个就到了。哇！成功了是吧？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哦，成功了。对，恭喜两位老师。不容易，不知不觉，恭喜两位老师，我们完成了两个游戏任务，成功完成我们乒乒乓乓剪接招的终极挑战。最后一个不能摸的那个盲盒、嗯、其实是李宁先生为二位准备的惊喜礼物。啊，那完成任务以后才能拿到礼物。这边有一个李宁先生为二位写的一封信，哎，请打开。丁宁、肖战，你们好，恭喜二位共同协作成功完成了所有挑战任务，现在请打开我给你们准备的盲盒，赞，通关成功，赞，热爱运动，感谢大家参与乒乒乓乓请接招的挑战，给每个人点赞，未来让我们一起创造一切可能，李宁。两位可以去开启我们最终的那个盲盒。哇，感觉会是什么大礼？这一定的，我们今天这么辛苦的通过两关挑战。当当当！哎，这是这个就是吗？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赞啊，也不错，也给大家点赞吧。给大家点赞。李宁先生呢，其实为大家是准备了两个小礼物，最终的、哦、来送给两位、啊。原来还有惊喜的礼物，啊、哇、哎！谢谢。谢谢。哇，这个是这个我应该还蛮熟悉的。乒乓拍，乒乓的球拍，哇，太熟悉了，希望你以后可以喜欢上乒乓球。谢谢谢谢，我们可以下次有机会再切磋。好，下次用这个来拍球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方便多了。哇，哦，还有，哇，对，这件衣服就是今年李宁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圆领衫嘛、嗯、然后上面也有我们的龙啊，龙的一个元素，对、嗯、中国啊，对，很漂亮，对，非常的好看。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，是，也谢谢李宁先生，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吧，一起在这里用乒乓球来向运动表达一个参与感，然后也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。嗯，对，然后也非常感谢董事长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千辛万苦找到了神秘人，然后共度这一个快乐的时光。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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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